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伟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今天是三十天每天挑战十件小事的第二天。那今天其中一项里面就是出来公园散步。为什么要出来公园散步？因为待在家里脑袋会塞着，所以我们都要 bang 出来混混，然后 idea 就会爆出来。